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新一期的健康中原。那看我身后的阵势啊，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那从今天起呢，我们要开始一项新的运动的练习，那就是柔中带刚的太极拳。首先呢，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的新教练张东武先生。那张教练呢，是我们中国武术七段国家一级拳师，而且呢是陈氏太极拳的高级教练，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今天呢，张教练给我们带来的是陈氏太极拳的十二式。这十二式啊，是张教练为了从没有接触过太极拳的人特别编创的，非常有利于大家呢顺利的能够掌握。所以说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天天为体，健康身体，我们开始今天的练习。下面我们开始陈氏太极拳的热身运动。这个热身的动作是我们陈氏太极拳禅师境练习的方法。单手正面禅师，好，一、二、三、四，连起来，好，停，换手，走，一、二、好，把动作连起来，停，双手正面禅师，一、二，走，穿掌外翻，翻掌外翻，好，停，变后捋禅师，一、二、三、四，连起来，好，停，单手侧面禅师，好，一、二、三、四，连起来，换手，走，一、二、三、四，动作连起来，下面我们把陈氏太极拳十二式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遍。
下面我们开始陈氏太极拳十二式的分解动作讲解。今天先给大家讲解一下起势、金刚倒顿和懒扎衣。在这个十二式当中，起势和收势动作不在动作名称属于这个直接放在金刚倒顿前面的一个预备的动作。陈氏太极拳起势的时候要求先屈膝松胯，然后左脚微微提起，向左侧开步，宽度是两脚的宽度与肩同宽，然后屈膝松胯，两手从身体两侧向前，然后缓缓抬起，这时候掌心向下，手抬起来的时候以两手背向前领劲，然后松肩沉肘往下坐完，屈膝松胯，身体下沉，两手下按，这个为起势动作。下面是金刚倒顿，两手左手呢顺缠，右手逆缠，身体微微左转，重心向右腿上移，两手向左上方捧起，然后双手抱拳，像抱球一样旋转，重心由右腿向左腿上移，然后平捋，腰向右转，右脚尖外摆，然后重心由左腿向右腿上移，当肘后弧，松右胯，提膝，左脚向左前方开步，这时候呢开步的时候是脚跟内侧着地，铲地滑出，脚跟内侧着地，铲地滑出，双手肘下弧，重心往左腿上移，左脚尖摆正，然后左手到左膝上方，右手到右膝上方，然后左手继续向前引，画力圆，右手呢随着左手向前引，右手和右腿同时跟上，然后左掌合在右小臂内侧，然后左手下落，右手变拳，然后左掌呢掌心向上翻过来，右拳随着身体下降落于左掌心，这是一个合劲，然后右拳上冲，把右腿领起，这时候呢左手微微向下，形成一个上下对拉的劲，开劲，然后震脚，向下震脚的时候左掌和右拳形成一个合劲，这就是起势和金刚倒顿。好，下面我们以分解动作给大家做一演示。屈膝松胯，提左腿开步，然后起，两手往上领，身体重心微微下降，落，两手下按，身体继续下降，这个为起势结束。下面是第一个动作，金刚倒顿，一，两手上捧，二，旋转摆脚尖，两手平捋，
三，移重心，提腿。四，左前方开步。五，放松下沉，重心左移。六，上步，左手合在右小臂内侧。七，右手变拳下落。八，上冲，把右膝拧起，走，好，收。下面我讲第二个动作，懒扎衣。金刚脑盾以后，身体微微左转，然后两手呢，双手逆缠，啊，身体左转，双手逆缠，然后拉开，拉开的时候，重心由左腿向右腿上移，拉开，然后松右胯，重心左移，这时候右手下落，左手向上，形成一个双顺缠，啊，双顺缠。这时候提膝开步，两手交叉合于胸前，啊，合手的时候呢，要注意眼神呢，要看着你开步的方向。这时候开步还是要注意，在陈氏太极拳当中，左右开步的动作用的是脚跟内侧着地，铲地滑出，所以说开步的时候脚尖微微要上翘里合，不要这样子做啊，也不要有些脚尖先着地合，然后身体左转，这时候右脚踏实啊，重心由左腿走后裆向右腿上移，然后呢又双手翻转啊，重心移过来，然后腰向右转，腰向右转，把左脚尖带过来，就好像右手上有根绳子拴住脚尖一样，一拉开把这个脚尖带过来了，拉开画弧，然后放松下沉，左手叉腰，右手呢顺缠松沉下落，啊，懒扎衣这个动作，在这个做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写书法一样，啊，这里有一个欲左先右，欲右先左的动作，啊，本来我们合住手以后，动作的目的是向右前方的，但是呢，先向左呢，先向左到重心以后，右向右。然后放松下沉，好，按分解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一，穿掌；二，拉开双逆缠；三，重心左移，右手下，左手上，提右膝，合手开步，两手合在胸前，眼看着右前方，然后身体左转，重心走后裆向右移翻手，身体右转，将左脚尖带回来内扣，然后手拉开，然后左手叉腰，右手放松下沉缠，这个顺缠下落，然后身体摆正，这时候呢重心落在右腿上，好，再做一次金刚脑盾。一，二，三，四，五，
六，收。注意，在练习的时候，每一个动作要到位啊，不要是学了动作以后没有到位就走了，所以每一个定式要摆出来啊。比如说这个金刚倒顿提膝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提起来到位。从侧面看的话，拳往上冲的时候，把这个膝拧起来，也就是肘与膝合啊。有些呢就容易拳向身上收了，这个膝呢没有拧起来，这个就不对了。提起来合劲，然后屈膝松胯下沉啊，金刚倒顿的要领。懒扎一，穿掌分重心左移，右手下左手上，这时候呢看这里有一个顺缠的动作啊，顺缠提膝开步，合在胸前啊，开步的时候脚跟内侧着地，然后转倒重心，胯弧拉开，屈膝松胯下沉，顶劲拧起来。这时候容易出现的毛病就是身体容易前倾啊，身体立不起来，这个要做到立身中正。好，下面我们这个配合的音乐再一起练一下。走，平捋，移重心，开步，下沉，起，身体左转，拉开，左脚尖内扣，放松下沉。好，收。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心平气和，在起势的时候，开步了以后，屈膝松胯，调整呼吸，心气下降，气沉丹田啊，然后再开始起手。这一点希望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注意一下。下面把前两个动作的积极用法给大家做一介绍。比如说对方出手过来，我接住对方的手的时候，转一下，转过这边啊，接着对方的手。这时候呢有一个你看反关节的动作，可以往上，然后呢一个踩，这是一个。然后对方这个上引以后呢，他要向后，这个向后蹭，这时候呢下面呢要起一个勾，这就是咱们这个动作的提腿，这个有一个勾脚的意思。然后金刚倒顿上步的时候前手起到一个虚晃对方，然后对方眼睛一虚晃以后他要躲闪，这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腹部裆部亮出来了，然后我们上步的时候直接可以击打啊。然后下面的动作呢，我上冲
是为了打对方的下颚。这时候呢，对方躲闪的时候也是腹部裆部露出来，我提膝可以撞裆，然后呢上下如果同时，这是一个顶啊。然后这个下面懒扎衣这个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出手，你看我接住对方的手的时候，一个拧开步，然后缠绕，这是这一个动作。这边转过来，步子拉开，合手的时候接住对方以后呢，这里身体呢，这是有一个反关节的动作。然后向外拉开的时候，小的动作呢就是直接缠臂，缠臂下踩，如果大的动作的就是近身。好，今天我们学习陈氏太极拳十二式的第三式六风四臂和第四式单边。下面看一下懒扎衣以后，六风四臂是先左手从腰间向上去接右手啊，这时候要注意，这是右手呢也要稍微的回应一下，接两手合上来啊，左手去接的时候劲要从以脚到膝到胯，通过腰达到肩肘手。这里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很多人接手的时候呢身体不动，光手去了，这样是不对的啊。来看我做一下，找肩合在右膝上方，然后双胯下沉，移重心，两手下捋，这时候重心到左腿，两手呢捋到下边，然后松左胯，重心由左腿向右腿移，两手继续向后。然后这是左手呢是逆缠，右手为顺缠。到这以后呢要变了，左手呢由逆缠变顺缠，右手呢由顺缠变逆缠，然后合于左肩，放松下沉，根部推六风四臂，两掌呢推在这个往斜前方，推在自己腰部的位置。这时候左脚呢虚脚点地，这个距离呢最好是自己一个脚然后转出来，正好这个脚呢在你这个右脚的中间这个位置上，不要点得太靠前了或者是太靠后，这样都不好，是这样的动作。好，看我再做一下啊。接手，身体右转，下沉，重心左移，两手下捋，这时候手要捧出来，不要往自己身上收。然后重心由左腿向右腿上移，两手继续向后，两手翻转合于左肩，根部推六风四臂。这时候注意这个左胯要松下来，左膝要往上领不要这个左脚呢这样松下来就不对了，一定要领起来，
两手往斜前方推的时候，背部要向后撑，与你这个两手前推形成一个对称的力。下面把今天学习的六风四臂，我们按分解动作演练一下。懒扎一安好以后，一接手，身体右转，两手合在右膝上方，然后屈膝松胯下沉。二，重心左移，两手下捋。二，三，松左胯，重心右移，两手继续后捋。四，两手合于左肩，身体转正。五，根部推，这时候左脚要虚脚拧起来，脚尖点地啊，胯沉下去，膝拧起来，两手向斜前方推的时候要背向后撑，不要往前一推身体跟着这个前倾了，这样的动作就不对了。六风四臂，好，再做一次。懒扎一，六风四臂，一接手，二下沉下捋，重心到左腿。三，松左胯，重心右移，两手继续后捋。四，两手上合，合于左肩，身体转正，放松下沉。五，根部推，注意这时候这个脚的距离啊，一脚正好是一脚的距离，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好，下面我们跟着音乐把这个动作再做一下。懒扎一，六风四臂，走，再来一遍。走，下面一个动作呢是单边，单边，一双顺缠，左手向前，右手向后，然后呢右手变勾手，五指合拢变勾手，这是通过放松下沉，这个劲呢从左胯松沉，由后背，然后到肩肘手，这样子拉开。这里容易犯的毛病呢是直接啊，在这里变勾手就直着拉出来了，这个就不对了啊。肩肘手拉开的同时要注意左肘尖向后开，形成一个对拉的力量啊，开，然后这里有一个合啊，松右胯，提左膝向内合啊，这时候合的时候结合左手旋转啊，等于说是一个逆缠的动作。走，开步，也是脚跟内侧着地，缠地滑出，
当走后弧，移重心，重心移过来以后呢，转腰，劲到背、肩、肘，然后再传到手上，啊，然后当走后弧，再回过来，回过来以后，穿掌，穿掌，再倒重心，翻手，身体左转，左手像拴根绳子拴着右脚尖一样，拉拉的时候把右脚带过来摁扣，然后放松下沉，松肩沉肘，坐稳定势。这时候重心在左腿，两手呢保持一定的弧度，胸前一个半圆弧，这样子呢有利于你这个含胸，两手不要打得太开，这样子都容易停胸了。然后呢肩到肘到手腕这里一个弧度，是松肩沉肘，这样子造成的。好，下面把第四式单边按分解动作演示一下。六分四臂以后，单边放松下沉，一双手顺缠，这时候左手向前，右手向后，二右手变勾手，松左胯，劲从背上一直传到肩肘手，这时候要注意右手的勾手要从左掌心，从左掌心拉出来，拉开以后左肘尖与右手形成一个对拉劲，啊，然后合开步倒重心，拉开倒重心，穿掌倒重心，翻手拉开，右脚尖内扣，放松下沉，好收。下面我们跟着音乐把这个动作再练习一下。走，再来一遍，下面把今天学的内容我们再复习一下。懒扎音分解动作，一接手，二下捋，三倒重心，四上合，五根部推，单边一顺缠，二变勾手拉开，三提膝，四开步，五倒重心，六回，七穿掌，八倒重心拉开，放松下沉，好收。下面我们跟着音乐把这个两个动作再练习一下。
头，六风四臂，单边好，再来一次。单边再做一下，一走，收。我们在练习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动作都是要以身领手啊，所以说倒换重心要走在前面，这样子才能领着你的手去走，不要这个身体还没动手就先走了。下面把六风四臂的积极含义给大家做一讲解。比如说接住对方的手以后往下捋，这个六风四臂的劲，这里我要是捋到这呢，如果是对方已经进来了，这时候我要身体再向后去捋，自己都失去重心了。下面呢，这就是咱们的动作要领，捋下捋以后，如果已经捋下来，对方还没有摔倒，然后呢通过松左胯转腰加长这个捋的范围。大家再看一下啊，走，好，这是个捋。如果我在捋对方的时候呢，一捋对方向后蹭，然后我跟着近身就把它发出去了啊，这是六风四臂。你看下捋，然后这一个就是为了加长这一段距离，然后这个上合推在这里呢，就是如果对方有向后蹭想跑的意思，紧跟着近身发力。下面把单边的积极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单边这一个勾手本身呢它有这个化解的意思，也就是对方擒拿我的时候，我可以把对方这个劲呢化掉。比如说对方抓握这样拿住以后，我通过松肩沉肘把对方的力量化掉，化掉以后一近身然后如果对方这样子拿抓握拿，你看这样拧起来，对，这样的拿的时候，我通过放松这是也是这个单边里面的积极用法同时咱们做这里的动作呢，它又有这个擒拿对方的意思，接着对方手臂以后，这里向内缠然后呢这边呢向外合住对方，然后一转是这样踩然后这边单边的开手动作是接着对方手以后近身，这时候呢这里有一个你看反关节，然后向后一个开劲。好，今天要学习白额亮翅和斜行两个动作，下面我把白额亮翅这个动作给大家做一讲解。单边以后
白鹅亮翅，先重心继续向左腿上移，提右腿开步，这时候呢双手呢顺缠相合在胸前，右脚是脚跟内侧着地往斜前方开步，这是一二，扣脚尖，你看扣脚尖，身体左转，然后重心由左腿向右移，这时候呢两手由双顺缠变双逆缠合啊。下面重心已经移到右腿了，这时候收左脚，同时把双手逆缠拉开，拉开以后松胯，然后放松下沉，整个颈合住。看我从这个方向再做一次啊，单边合手上步，扣脚尖，身体左转，重心右移，双手逆缠，收脚逆缠拉开，放松下沉，这个动作叫白鹅亮翅。好，下面我们按分解动作给大家练习一次，单边白鹅亮翅，一上步合手，二扣脚尖，身体左转，三重心右移，两手逆缠，四收脚，双手逆缠拉开，五放松下沉，这时候要注意虚脚要拧起来，脚尖点地。好，转过来手，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再演练一次，单边走，一二三四五，收。好，这个动作的要点一定要注意，上步的时候是为了转身的时候方便，所以说这个步幅呢要小一点，你要开步太大的时候转的就又不方便了，步幅要小。另外这个扣脚尖转身，然后呢要当走后弧，重心由后边啊左腿移到右腿上，然后收脚啊，收脚的时候重心要全部这个压在右腿，左脚尖点地，左膝要往上领，膝上领，胯松下来，两手逆缠拉开，然后呢通过松左胯，整个颈松沉合好，双手在松沉的时候呢便是双顺缠松沉，把颈定住，这是白鹅亮翅这个动作要领。好，下面我们学习今天要学的第二个动作斜行。先看着我按这个正常演练的方向做一次，白鹅亮翅以后啊，斜行，嗯，一身体左转，这时候呢右手
变这个顺缠，这个滚动要走出来。左手呢，左手是逆缠啊，走出来这个劲，身体左转，然后右手向下，左手向上，各画半个圆。这时候走成这样以后，提左膝向左前方开步啊，开出来以后，你看左手变顺缠，右手是逆缠啊，然后松右胯，身体右转，左脚尖踏实啊，重心由右腿向左移，这时候呢左手向下，右手上合，重心左移啊，移过来以后身体左转啊，左转，左手呢经左膝变勾手向左前方提起啊，右手经右耳旁推至胸前，成这个动作，然后身体右转，右手画弧拉开啊，拉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是光手打开了，而是通过身体右转，右转转腰松胯翻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在练习的时候容易出现啥，仅仅是手在动，这里我们一定要做到拉开，然后松左胯，放松下沉，右手呢向外缠啊，身体下降，当要开圆，后腿不能软，这就是如果软下来就是错误的动作。好，再看我面朝大家再做一次，白鹅亮翅以后，一身体左转，左手逆缠，右手顺缠，二右手逆缠，左手顺缠啊，然后提膝，提左膝，左脚向左前方开步，然后松右胯，身体右转，重心走后裆向左腿上移，左手向下，右手向上画弧，然后身体左转，左手经左膝便勾手上提，右手呢经右耳推至胸前，然后身体右转，右手画弧拉开，画弧拉开的时候要注意松右胯，膝右膝外翻，拉开，然后松左胯，身体调正，放松下沉，这叫斜行。好，我们把这个斜行用分解动作给大家演练一下，转过来，白鹅亮翅，坐好，一身体左转，二右手下，左手向上，这时候要注意左手呢顺缠，右手逆缠，然后提左膝啊，向左前方开步，脚跟内侧着地啊，脚尖是上翘里合，然后身体右转，这时左脚尖才踏实，重心走后弧移至左腿，左手向下，右手向上，走，身体左转啊，这时候左手呢经左膝变勾手上提，
右手经右耳推至胸前，然后身体右转，右手画弧拉开，放松下沉。好，手，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再演练一下。走，一二三四五六，收。下面我把这个鞋型的注意事项再给大家讲一下。在鞋型动作拉好的时候，要做到什么？步鞋，步子是斜的，身正啊，身体呢朝正前方，不要这个侧着身，所以身体朝正前方，两个手臂要有个弧线啊，正好形成一个圆弧啊，肩到这个手腕，这个肘的地方一定要松沉下来，不要向上挺起来，要松肩沉肘啊，两个手臂是一样的。另外这个胯沉下来以后呢，后边这个腿右腿不能软，一定要把它翻起来撑开，这样子做动作的时候下盘才会稳固。好，我们把今天学习的两个动作连起来复习一下。单边，单边拉好，走，白鹅亮翅，一二三四五，斜行，一二三四五六，好，收。下面我们跟着音乐再做一次，单边。下面把今天学习的两个动作的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第一个动作，白鹅亮翅。白鹅亮翅在这个开步以后，这里呢有一个靠的动作，对吗？我直接近身，直接近身，把这一开步以后手合成这样，用的啥呢？用我这个背靠。好，这是一个后背靠。另外白鹅亮翅那个定型动作呢，它起到一个上边架对方，下边可以拨对方的作用啊。另外斜行，在这边斜行，对方出左拳向我身上打来的时候，我这个旋转啊，我讲过这叫顺缠。如果对方越是手臂用力一缠，
这一缠就让它空掉了。这时候我可以让对方落空以后，我直接近身落空，落空以后呢，你看落空近身，这就是也是向外一个靠近了。另外对方再出拳化了以后，你看他起腿来，来踢裆，踢裆我正好下来呢，你看咱们这动作踢裆拨，然后他如果上步又冲呢，这个也是封住对方的手臂。这时候呢，我这个手呢可以接住对方的手腕，然后呢利用这个缠，所以这缠丝镜的用处，这里你都可以看到了，一个旋转一转，由于这个缠呢慢动作，你看着这它是这样子滚动的，对方一下就摔出去了。但是如果对方来擒拿我的时候，拿着我手臂啪踩拿下来了，我这时候呢放松下沉，顺势把他的劲化掉，然后一劲，那这一招呢正好是我们斜行这个做这个动作，向前推和又把对方化掉了，同时把对方发出。下面我把今天要学的动作给大家做一讲解。今天学习搂膝傲步和严守红拳两个动作，我先把搂膝傲步给大家做一讲解。按正常演练的方向是应该斜行以后搂膝，一松胯下沉，两手合于右膝上方，这时候两掌呢掌心向上，在下沉的时候要注意松右胯，身体呢微微右转，这样子沉下来，颈虽然往下蹲了，但不至于啥呢弯腰啊，有些人呢后胯不松的话容易出现身体前倾的毛病啊，这里希望大家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一松胯下沉，两手合于左膝上方，掌心向上。二重心右移收腿，这时候呢脚收过来的时候两手向上，然后向后画弧，腰向右转，沉下来以后松左胯，身体左转，把两手向外推出，这是搂膝的动作。傲步呢是两手下捋提膝，然后右脚向斜前方开步，两手翻转，左手逆缠，右手顺缠，重心前移，两手呢是画弧，全部是这个动作，下面的动作也是走的是一个圆弧。步子呢是要求是脚跟着地，咱们前面的动作都是左右开步的动作多一点，都是脚跟内侧着地铲地滑出，脚尖上翘里合，往前上步的动作呢都是脚跟着地，先着地然后踏实
踏实，这样子走的啊。所以说落步以后这个动作呢，在太极上讲就猫步，要轻灵自然，上步的时候要轻，落下来以后移重心倒过去，然后后边提起来开步。这个姿势平时可以单独练习。在老架一路里，搂膝和奥步是分开的，我们在十二式当中呢，把这两个动作是连在一起算一个动作。好，再看我做一下也行。一，合住，二，向外推，三，下捋提膝，四，五，摆脚尖，这脚尖外摆，右手画弧，走上弧，提膝，开步，两手交叉于胸前，到这是搂膝奥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上步我刚才讲了步如猫行，但两手的动作呢，手如车轮，转的是一个立圆，一个立圆。好，下面按分解动作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下斜行。走，一，两手下沉合于掌心上方，二，收腿立圆推，三，两手下捋提膝，四，开步，两手翻转，走，五，移重心，六，上步，把掌这个立起来，脚尖翘起来，然后摆脚尖，左手从后边向上画弧，合手提膝，开步斜前方，这是搂膝奥步。好，再来，下面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遍斜行。搂膝奥步，一，二，三，四，五，六，七，走。下面一个动作是严守洪拳。严守洪拳在陈氏太极拳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发劲的动作。我们学习的时候先可以掌握这个动作的运动路线，可以不发劲，然后这个劲走顺了以后可以发力啊。根据你，另外呢，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年龄大的呢你也可以不发力啊，发的时候可以再轻松一点。好，先看我这个做一下。合手以后严守洪拳，放松下沉，然后松右胯，身体微微右转，重心左移，两手下分拉开，然后这是双手呢走下弧逆缠拉开，然后两手往上顺缠，通过顺缠
落下来，再看一下啊，逆缠分，然后呢顺缠落，落了以后你看落下来以后左掌再逆缠下沉一点，右拳呢右手在上扰的时候在这里就握拳，然后画弧下落啊，这时候呢胯要松下来，右脚尖微微嫩扣啊，然后右脚蹬地啊，劲呢通过右脚传到右膝，然后到右胯，到腰肩肘拳啊，这个在陈氏太极拳里有劲起于脚行于腿，主宰于腰发于梢，节节贯穿，以腰为主，最后送到拳面上。左手呢在右拳出来的同时通过身体左转把左肘尖向后拉，是向后一个发力，正好与右拳向前冲形成一个对称的力啊。这里要注意沉下来以后发的时候要与右拳呢要平行，不要这个左肘到后边以后身体一转把这个肘打歪了啊，一定要与拳形成一个平行面，这样子走啊，不要拧过了。好，看我做一下，一下分，二上合，然后慢动作往后，蓄劲如开弓，发劲如放箭，先右胯向后收，身体微微右转，就好像蓄而待发一个开弓的姿势，然后劲呢节节贯穿，通过重心左移旋转，最后冲出来啊。看我做一次发劲，分合，再来一次，分合下沉，下面把严守洪拳按分解动作跟着我们做一下，合手开步以后松胯下沉，分重心左移拉开，然后往上继续走的时候两手向上，这是逆缠拉开，向上的时候呢变顺缠，右手变拳，然后重心又移到右腿下沉啊。下面要做发力的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一个蓄而待发的过程，收下沉就像弹簧一样，要把它压紧了才能把力量发出来，然后重心往左腿上移啊，移，这时候呢左肘向后发力，右拳向斜前方发力，走，发力的时候配合发声，把这个劲要打出来啊。好，再来一次，预备，一二走，走，好，下面我们跟着音乐再走一遍。
走，分合，走，好，手。下面把今天学习的动作，我们完整的演示一遍。从斜行开始，搂膝二步，走，一、二，横出去，三、四、五、六、七，严守红拳，一下分，二上合，沉下来，收，收。我们跟着音乐再走一遍，斜行。这两个动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搂膝二步动作要流畅，严守红拳呢把劲沉下来以后再发力啊，这个发力的时候前后对称，也就是说出拳和着肘一定要是在一个平行面上，打出这种劲。下面把今天学的动作搂膝二步和严守红拳的技击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搂膝的时候是对方来突然弯腰搬腿的时候，哎，这时候呢我两手相合呢，他正好来搬腿，第一是可以双峰贯耳啊，击打他这个两个这个耳门关，这是一个用法。另外同时呢还可以这个直接提膝撞击对方的面部啊，这个都是杀伤力很强的动作。另外这个手封起来呢是一个封护护住自己门户的一个动作，同时呢对方如果一拳打来啊，对方一拳打来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反关节，可以这样子走，同时你看可以转，这样子暗藏了一个这个动作。奥步的动作呢它有一个对方出手来打了，接对方的上步向外拨开，这时候呢一边是一个封，一边呢是起到一个击打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动作要打的话呢就是威力很大的，只能说这里我们知道比划到就可以了。然后严守红拳左边这个肘上的劲，如果对方从背后来抱我的时候，等下来这个抱住，这是直接是在里边抱住的时候，我利用严守红拳的动作呢这个肘上的劲是啥呢，刚好用上一个腰劲，抱紧他，在抱住以后你看就是这个劲发力，如果对方连我的胳膊一块抱住了，再来一次，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看我这个发力的时候正好是你看要比如说正好打击对方的软肋啊，好，然后这个严守红拳呢起到一个对方
出拳来打的时候，你这个风啊风压，然后近身击打对方，啊，打对方的胸部，这样就行了。好，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第九式倒卷红和第十式护心拳。下面我把倒卷红的动作给大家做一讲解。严守红拳以后，这里有一个小的连接动作，就是走画一个弧线，右手画一个弧线往下走，这时左手呢从腰间向上画弧线，经左耳旁向前推，然后呢就结合重心移动，重心这时候呢向后移，然后向前推的时候当着后弧又向前移动，这样子定势到这儿啊，来看一下，走，拉开重心落到左腿，然后手继续打开，右手向上，然后翻转，这样子呢，在往上合的时候，右脚脚尖跟着一起合，啊，右手合于右耳旁，左手呢顺势旋转，也就是一个顺缠境，啊，右手是逆缠境，两前后手有相合之意，然后收左腿，左腿呢是画弧线，啊，收左腿经右脚旁，然后向后拉开，是这样。这时候呢，退步的在陈氏太极拳当中，退步都要啥呢？脚尖着地啊，脚尖先着地，然后再逐步踏实。啊，上步呢是脚跟先着地，这个要分清楚啊。画弧退，重心向后移，踏实，然后手继续拉的时候，当走后弧线往前移动，啊，走后弧线，然后左手向下捋，右手前推，拉开。倒卷红就连续做三次这个动作，大家来看一下啊，连手红拳，走，一，拉开，合，二，退下来，拉开，这里这是退一步了，合，收，落，重心后移，这时候呢，把前脚这个脚尖调整过来，退两步，上合，退三步，这个倒卷红的动作，咱们这里采用的是退中有进，退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脚到位了，然后先踏实，踏实以后再松左胯，当走后弧往前移动，这三个退步呢都是这样子，不是这个退下来以后就直接坐在后腿上了，这个动作关键是在重心倒换上，相对来说有一点难度啊。好，再看我做一次，连手红拳，走，衔接，上合，收腿退步，调整，开，
上合，收，退，拉开，上合，退，拉开，好。好，下面分解动作，我带着大家演练一下。从严守洪拳，严守洪拳开始，倒卷红，一下沉前移，定势到这儿。二上合，这时候同时你的右脚的脚尖也跟着嫩扣。三退步，四前移，五上合，左脚尖嫩扣。六七前移，八上合，九十前移，好收。好，再来一次，严守洪拳，一摆好，二上合，合在右耳旁，前后手左手和右手要有相合之意，三四拉开，这重心落在右腿了，五上合，重心后移，这是个扣脚尖，左脚尖要嫩扣。六撤步移重心，七拉开，重心到前腿。八上合，重心后移，九重心移到后边，十重心落到前腿。好，收。好，下面我们跟着音乐把刚才学过的动作再演示一下。严守洪拳，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收。在演练倒卷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当走后弧，这个从后边倒换镜的时候要流畅连贯，退步时脚一定都是画弧退步的啊，脚尖着地画弧，然后踏实啊，这时候前脚呢要调整过来，重心前移，这是一个退中有进这种方法。好，下面我们学习第十式护心拳。倒卷红以后，先对着大家做一次啊。倒卷红做完以后呢，护心拳先身体左转，这时候呢右手顺缠，左手逆缠，重心左移，
把这个茎走出来，然后画弧，右手变逆产，左手变顺产，重心右移到右腿，这时候茎整个合在右腿上，然后身体继续右转，双手握拳，重心由右腿走后裆移至左腿，左手握拳以后有一个下压，右手握拳以后上提，这是看逆产，双逆产，这是三，然后茎从左脚上通过膝、胯、腰，然后从背上传上来，是右拳呢从腋下掏出来，左拳往下沉的时候，与右拳的旋转最后合到一起呢，左拳在右肘内侧，右拳呢成这种姿势啊，它有一个在这个传统套路里还有个名字叫兽头式，像一个兽头一样。护心拳既可以走这个柔劲下沉，把这摆到这儿，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迎门肘的打法，也可以做发劲练习。如果发劲的时候是结合腰裆这样走啊，再看一下，这是一个发力的护心拳。好，按正常我们演示这个方向，我再给大家做一次。到脚弓以后，一，重心左移，身体左转；二，重心右移，身体右转。这时候双手一顺一逆传开；三，重心左移，当走后弧，左拳下压，右拳上提；四，松胯下沉，重心移到右腿。这是护心拳的基本动作。好，下面我们按分解动作，把护心拳练习一下。到脚弓以后，手一，重心到左腿啊；二，到这都定住一个姿势；三。重心移到左腿；四，移至右腿。好，手，下面这个动作再做一下。到脚弓以后，一，不要慌，左手在下。这是一的动作啊。二，移重心；三，重心左移，松胯下沉；四，重心右移，合住劲。好，手。下面我们跟着音乐把这个动作再做一次。到脚弓以后，走，一，二，三，四，好，收。好，这个护心拳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这个劲能够走出来呢，就可以把它发出去，
啊，这里是一个迎门肘，是一个肘扣的打法。好，我们再跟着音乐把这个劲发出来做一下。预备，走，一、二、三、坐，手。好，我们下面按分解动作，把今天学习的内容复习一下。联手红拳摆出来，倒卷红，走，一、二、三、四、五，上合，六，一中心，扣脚尖，七，拉开，八，上合，九，撤步，十，拉开，重心到前腿，护心拳，一，到重心到左腿，二，重心到右腿，三，到重心拉开，四，摆出来，好，收。下面我们跟着音乐再把这两个动作做一次。往前，严守红拳，从这里发力啊，从严守红收，预备，坐，走，退步，撤，撤，撤，走，二，三，发力啊，走，好，收。好，下面把倒卷红和护心拳的积极用法给大家做一讲解。倒卷红是一个连续退步的方法，连续退步呢，第一起到一个退步的时候防守啊，来割挡波及对方的攻击的手，同时他又有退中有进的方法。你比如说对方这个出拳上步来打了，好，我一下就封住对方了，如果再上呢，哎，又来了，又上了，这是连续撤步防守的方法。另外呢，在推手当中，哎，对方如果推在我的身上，给我身上加力以后，我这边呢，你看我一化劲，把对方的手化掉了以后，化掉对方那个攻击的手，然后他后边呢，也就是他这个右肩，就是他最薄弱的环节，这就是太极拳上经常讲的避实击虚，啊，对方推在我身上以后，我这一化一合，哎，这时候通过我这个当肘后弧劲往前，把对方的力化掉了，然后我的实手呢攻击他的虚点上，这样子落空。然后还有一个动作，这边，也就是咱们撤步本身呢还含着一个撤步向下这个踩拿对方的意思，也就是接对方的手往身上，往你身上加力了，结合缠拿，这个
护心拳，护心拳的用法呢，这里边有一个缠绕的动作，来这边，这边，我这个接住对方手以后呢，你看，往这里合，哎，这个动作就是咱们这个护心拳这个提了，然后往上一转，一个合劲，踩拿走，好，这一个踩拿。同时呢，护心拳还有这个属于迎门肘这个意思，也就是在这个推手当中接对方了以后，把对方引空，用这个肘去击打。好，好，今天我们就要学完十二式的全部内容，下面我们要学的是当头炮和金刚倒盾收势。当头炮是在老架一路里也是最后的动作，我们在这里呢是接着护心拳。好，先看我做一下，按套路方向护心拳以后，当头炮的时候先往上去缠啊，捧着劲，双逆缠往上接，然后下沉下引，变顺，双顺沉往下沉，重心呢移到左腿。这时候两个拳呢画弧，从身体左侧往上引，将右腿提起来，然后侧转一点身，正脚向下，正脚开步，同时呢这个往下呢画弧下引，两个拳呢收于腰间，然后下沉以后倒重心，身体左转，双拳往前冲啊。这里这个当头炮可以做这个发劲的动作，蓄好劲以后，倒重心，正劲啊，收，成这样子，啊，然后按这个转个方向给大家再做一下，正面的啊，温拳以后，接向上，双手逆缠，然后向下。双手顺缠，从侧起，两手画弧往上，正脚开步，收至腰间，然后移重心，发力，这个双拳往前冲的时候，要有一个定劲，也就是。发力以后，后脚这个蹬力转腰，把双拳发出去，发出去了以后，前脚最后要起到一个刹车劲啊，往前发的时候加速度，然后把它定住。这是当头炮的动作。好，下面按分解动作，我们一起把从。当头炮啊，一起演练一下。护心拳做好，好，一向上双逆缠接，二下沉重心左移双顺缠往下引，三侧起，两双拳从身体侧面起来以后。这个拳要扣拳，这个拳要扣住体膝，然后正脚上步走，步子开出来了，
双拳到腰间，然后先下沉，然后重心前移，转腰发力，走。好，收。再来一次，护心拳以后当头炮，一肩，二重心左移下沉，三侧起，四走，收。好，下面我们跟着音乐再走一遍，转过来，走，一二三四，走，收。好，下面一个动作是金刚倒顿。因为在陈氏太极拳当中，金刚倒顿是很有代表性的动作，所以我们虽然这个十二式把起式和收式没有算那个动作名称，但是相当于是金刚倒顿起，金刚倒顿收，所以说虽然十二式我们依然还是用了这个两个金刚倒顿，但第二个金刚倒顿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里面第一段第三金刚倒顿的动作，也就是动作比较少。大家先看一下，当头炮以后，先有一个松合，这时候呢，双手左手往上，右手向下，交叉相合于左膝上方，然后呢身体下沉，然后重心由左腿向右腿上移，然后双手呢逆缠拉开，拉开的时候左脚尖内扣，同时你看就好像是右手上拴根绳子系在左脚尖上一样，把它带过来。好，再看一下，一二拉开，然后重心呢由右腿向左腿上移，三，这个移到左腿以后，右手和右腿同时要画圆合到前边，左手呢由下向上画弧，由下向上画弧与右手相合，左手这个指尖合于右小臂内侧。到这以后继续走，左手下右手变拳，然后下落，再起，这是金刚倒顿加上收的动作，就是下沉分开，这时候重心要下沉，然后两手从身体两侧向上到头顶，两手对这个头顶百会穴，然后再下沉下按，重心还是跟着下降，最后落到底以后，两手到身体两侧起，站起来以后呢，把左脚收回来，这样子我们这个十二式就全部进行完了。再看我做一下，当头炮以后，一
三、四、五、六，收，分，合，下降，收，重心起，然后将左脚收回。好，我们把金刚倒顿这个动作按分解动作演示一下。当头炮以后，一下沉，两手相合，二移重心，双手逆缠拉开，这时候左脚尖嫩扣，三重心左移，然后同时两手画弧交叉，这个画弧的时候脚也跟着一样画弧，合在前边，走，变拳，下沉，这时候身体要合住，然后起上冲正，下面是收的动作，收势，下沉分，然后从两侧上下降起收脚。好，我们再做一次。当头炮以后，一合手，二扣脚尖，双逆缠拉开，三合，四变拳下落，五起，六下落，收，下沉，一二三四五。好，下面我们跟着音乐把最后的金刚倒顿和收势做一下。一位走，一开扣脚尖，走，下落，起，走，分，上合，下按，收。好，我们把今天学习的内容整体复习一下。好，转过来，护心拳，走，一向上接，双逆缠，二双顺缠下沉，重心到左腿，三身体左侧起，四正脚开步走，当头炮，然后金刚倒顿，一下沉合，二扣脚尖拉开，三合住，四下沉，五起走，分，上合，下沉，起，收脚。下面我们跟着音乐再走一遍。走，横，引，起，走，走。
下面把今天学习的动作当头破和金刚倒顿的用法给大家做一介绍。反过来，这个呼吸拳以后接对方的手往上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拿法，向上捧拿对方啊，这样是踩拿住对方这个手的。然后往下引的时候呢，又是一个下踩的劲，直接利用这个手臂的滚动下踩，这个姿势。然后这边起来正脚上步呢，是对方出拳来打的时候，我利用这个动作呢，起到要把对方的拳下砸，给它砸开。你看出拳，对方一出拳，我上来的时候利用是这个动作，砸了以后近身疼，把对方就发出去了啊。另外一个如果慢的动作，对方出手以后，你看我接住对方的手向后走的过程，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动作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蓄劲啊，所以说接住对方手以后下踩往后引，这时候呢他如果向后较劲，我们当头破的劲呢也可以把对方发出去啊，这个是当头破。金刚倒顿呢，从这边一个是当头破以后，这里有一个合，这个合劲呢是也是一个引空对方的意思，如果对方往我身上加力的时候，我这个一推来，我一闪空，然后我近身，近身以后呢先是这个肩进去了，我在这里都可以用动作，这里同时这个姿势要到位的时候，你看肩肘都可以向外发力啊。这个其他那些用法呢，前面那个金刚倒顿就已经讲过了，在这里我们积极用法就介绍到这里。